好，因为其实我刚才的影片没有录好，就是最主要，因为我设闹钟，所以录到一半断掉。我今天煮的很简单，就是 IKEA 的马铃薯泥，加鲜奶，这边是鲜奶，再多加一点好了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好吃。然后。就反正影片就断掉了，有时候就很生气，气自己干嘛在这只手机上面设闹钟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就因为这要煮很久，就陪我煮一下吧。哦，这也很简单，就是这个其实马铃薯泥蛮好吃的，真的是蛮好吃的。然后。我都会加一个肉片啊，因为其实最主要这个肉片平常在我们家现在比较不消。这一包肉片是 Costco 的肉片，然后加点肉片就可以有那个薯那个味道就会比较好。就这样，这样高度不够高，调高一点。我就把这个冰起来。那铁奶碾了好几天，然后因为没有鲜奶，家最主要是家里面没有鲜奶。好了。冰起来，搞定。好的。最近其实昨天有录了一些影片，结果后来也没有放。其实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不是随着频道比较多人看，其实自己也会担心一些东西。我不晓得知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，其实有个频道叫本本，哦，他们其实在前阵子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虽然我不认识他们啊，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也是蛮，其实也蛮，就算运气也不好吧，就是反正去拍了一个热身要两院，然后就出事情了，就反正就被告了，跟我之前有点像，就是在不该拍的地方去拍东西，反正都是违法，对。然后其实我昨天有发表一些我的想法，我还想说，其实我干嘛讲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就是其实。自己都做不好，也不要去批评人家。不过他们影片真的拍不错，拍不错啊！厌世课本，他们真的，其实年轻人嘛，他们拍下来的东西就真的很真实啊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其实最主要是我其实是觉得说，奇怪，他们不再道歉，可后来又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。那可是，如果是我，可能不会再去，就道歉就道歉了，不会再去把讲太多有的没有的。那他们这样做，其实我能理解，就是年轻人其实比较，就是有时候就是自己有一口气嘛，已经希望讲出来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可能我年纪大，对于这种事情就会比较，就是希望。自己简单一点就好，能够道歉、能够解决的，其实不要去，赶快把接下来事情赶快做好，有时候会来得比较重要。就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，对啊。
然后就是其实各自有各自，怎么讲呢？就是反正就这样，哦，就不要再讲了。好了，快好了，这个肉变有点颜色有点深，就会是快好了。我再加一点奶油好了，哦，再加一点奶油，味道会更香。我刚才已经有加一点了，可是我胖死他们，对，再多加一点奶油。哎，天啊，很爱吃这个，我们觉得这个很好吃，就是一下的马铃薯泥。这应该也算营养还 OK 啦，因为我加了一片肉在下面嘛，所以有肉片，然后马铃薯是淀粉，哦，就是有淀粉有蛋白质，唯一啊就是没有纤维。这个如果说家里如果花椰菜，最后再炒点花椰菜进去，应该也是不错，哦，就卖相会比较漂亮，快好了。可是这个啊，其实炒啊，就是那锅子啊，不太好洗。哦，还是有点这个肉还是有点红红的。把肉再稍微拌炒一下。好了，我看一下青菜有什么，会不会加一点青菜？啊，这个不适合。这边还有鸡胸肉，哎，完了，这鸡胸肉忘记冷冻了，这可能过期了，到11月7号而已。先把它冷冻啊，先冷冻再说，可能坏掉了。鸡胸肉啊，其实那些都可以冷冻啊，只是它原厂的保存期限都不会打那么久。如果你从网络上，因为我那个是在全联买的，全联它都是放冷藏，所以它保存期限都打很少。那如果是在网络上买来的时候是冷冻的，有没有？它其实保存期限通常他们都打很长很长。今天感觉是肉比马铃薯泥多，哎，那有没有感觉？肉比较多，没有。这样好像他们会不够吃，哎，感觉上有一点太少，也还好，也还好。不是非常美观，就是欧骂嘛，黑，好，黑的很黑，这是马铃薯泥。好吧，我记得冰箱还有一个，这样阿优会不会不够？还是天哪，天哪多一点，阿优少一点，然后再帮阿优弄一个面包还是什么的。就是这是很尴尬的分量，我再帮他们弄一个面包。我看一下杯狗他们不太爱吃。烤一个什么面包给他们吃好了？这个大香蒜面包。哦，反正还很早，等一下把他们烤一烤，然后
然后我再来切。哦，电源打开。是。好个10分钟，顺风。哦，开始，应该 OK。这两个垃圾桶放反了，跟平常的一样。这台真的好久，就是其实已经用了1-2次吧。我最近还没有想到我要怎么用它。其实刚才马铃薯泥我应该可以用这个炒，可是其实它炒了好像也没有比较方便，就常常被我老婆骂就是这样。应该要叫他们起来吧？啊，是对的吧？叫他们起来。天哪，起来咯！天哪！起来咯，起来咯，天啊，天啊，连马铃薯淋好了。哎呦，起来咯，好，起来咯，可以吗？我不会叫你咯。拉你吗？拉你，拉你一下。很肥耶、欸，肥耶、欸，你拉不起来。啊，又还在偷睡觉。真的是，好，先把该收的东西稍微简单收一下。啊，对，昨天有人问我的咖啡机是什么牌子啊，就是忘记是脸书我还是 IG 我，反正就是问我的现在用的那台咖啡机是什么牌子。其实我当初买这一台，它就是雀巢，你去雀巢的官网看，其实就有。我当初买这一台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比较好看，就是它咖啡机哦，我觉得现在机型很多啦，可是我觉得因为就是胶囊咖啡嘛，它就是这个容量可以放的东西，就是。我的意思啊，就是因为它就是受限于这个胶囊的大小，然后所以它的东西很稳定，所以我觉得咖啡机胶囊咖啡机的好坏可能差距没有这么多差别啊，可能还是就讲实在的就是它的造型啊。为什么我这样一打开后面喷出一个东西？哦，我知道这个是那个咖啡机的配件。好，加个水。昨天我跟仙菜林聊天也聊得比较晚一点，就是最近公司的一些事情。Thank you.
好，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6:41。我们发现这个灯刚才洗了，因为这个脚断掉了。穿什么？今天穿什么？我帮你查一下好不好？今天好像比较热，不会像昨天这么冷。阿姨问我说今天要穿什么，我来查一下天气。天气。今天是穿，今天19到26度，19到26度包长袖或者是。薄长袖加外套或短袖加外套都可以。对，可对可以，短袖短裤加外套也可以。中午还蛮热的，到26度。这样，我们的马铃薯泥面包还在烤。哦，我去收一下东西。昨天就是经纪公司有问我要不要续约，然后我还是继续保持跟 PressPlay 的合作关系，基本上合作没有什么大问题啦，就是其实他们服务的不错，那差别只是说其实就是最主要你要赚更多的钱，就是如果我自己想赚更多钱，当然就是都要自己弄会更好。可是因为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忙，其实光创作的部分啊，其实就占掉我很多的时间，我不可能再去花太多时间管经济，而且其实管经济就是管一些商案的流程什么，其实你说真的难也还好，就是其实我就是要再多请一个员工来处理这些事情，可是想到管那些。员工其实心里就会觉得很烦，就是如果你当过老板就知道，人是最难处理的事情，人绝对是不管是什么公司啊，很烦。所以我都目前我的公司的策略就是希望，像其实除了烧肉店以外啦，因为烧肉店。主要是都交给新店蔡琳的妹妹经营嘛，所以其实我们比较少会去，就是出现在那边或干涉太多，比较少，相对而言呢、啊。那可是，等一下我在干嘛？糕饼店呢？那糕饼店其实现在就是只有请2个员工。那我前阵子也有自己在想，要不要再多请一些人，因为其实。最主要，因为现在就是我自己影片的部分，其实需要蛮多人力下去处理的。可是想了一想，还是啊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那多少人做多少事就好，人请多也不一定会赚钱。那有时候其实人请多反而压力会很大，请人容易啦，有时候。叫人家走又很不好意思。最近就是烧肉店也有一个员工，哦，烧肉店有一个员工，原本要做到1月多还是2月，那后来我们想说啊，反正他都说要做到那个时候，那就请他早一点走。那光请他早点走这件事情，我们付出的成本大概就要50000多块，就这就是规定嘛，尤其是现在。我必须很诚实的跟各位讲，我现在也不能跟，就是也不能去违背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嘛。因为你光叫，就是叫员工走，其实真的他也是很辛苦，他已经毕竟也做了一年，所以可能自检费就要半个月。那半个月之外，就是你还要给他预告工资嘛，所以这个就是这样，所以。慢慢的，我都觉得哦，请人很讨厌。这个碗这么大，应该不是放着吧？哦，好。
稍微收一下，等一下面包应该快好了吧？好香哦！就是我们，就是哦，应该可以了，应该可以了。好，刚好，哇，很烫，把电源关掉。好，你拿汤匙啊。还有这个汤匙先给你，来。冬天外卖是什么？是我的咖啡外咖啡，林爸爸的咖啡。林爸爸的咖啡。我现在讲什么？这好香哦，好像披萨。这样子可能才吃得饱。哎，你有吃过这个面包吗？香蒜面包，真好吃哎！你吃一个看看。吃不完。你吃不完啊？都是我的咖啡，你跟姐姐分着吃啊，没有你跟你吃完。然后这礼拜天我妹妹要结婚，其实我不太想敢想这样的事情哎，虽然这已经是事实了，可是我就觉得，结婚就是这样嘛，不晓得为什么还是会有点感伤。其实就尽量不要去想它。我觉得我们家的杯子真的很多，非常多，可是每天还是有办法用掉这么多杯子。哎，今天礼拜几？今天礼拜五，你们两个都半天呢，对不对？今天礼拜五。姐姐整天。哦，对，姐姐整天，你半天啊。其实整天，对，我先把它拿上来。什么东西会断掉？秒针啊。对啊，秒针，因为当初妈咪那个秒针不就是折到？对啊。就是有折到才会这样子啊。就这样，不管它。我快收好了，我想说把它收一收。其实我收的很乱七八糟，每次我收完，你说什么彩铃都会念我。可是有时候真的不晓得怎么放，比较好放。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。完了，对，我想把这些东西都拿起来。这锅盖。
盘子好大，我决定把这个放下来，一些东西放在上面。哦，撞到东西了，撞到这个，还好，有歪掉吗？我看一下，哦，没有。好了，就录到这边咯，各位，早安，拜拜。